今仔日三月十二号是地球节，花莲乡公所为了提倡节能减碳，并且鼓励乡亲绿美化生活环境，今仔日举办植树节上树栽活动，甲大领乡步道启用，现场准备了上千丛的树栽，送予花莲的乡亲，大家做伙动手来绿美化生活环境。花莲乡乡亲一透早就来到花莲乡公所，等待要领取公所所准备的树栽，早登去绿美化环境。花莲乡公所这几年来投入乡内绿化的工作，已经种了几啊千丛树栽，对社区绿美化的工作更加是积极。即届伫植树节即天，特别向彰化县政府来申请，准备了树栽要送予花莲乡的乡亲，同时嘛举行大领乡顶山步道绿美化启用。花莲乡长表示，绿美化大家做回来，即届所送的树栽拢是适合伫彰化来种。而且为了提供乡亲一个休闲运动的场所，所以特别规划大岭乡顶山步道。咱今仔日是植树节吼，咱来伫公所遮做一个植栽的一个发送啦吼。先说咱伫大岭乡的一个健康步道的启用典礼，伫遮吼邀请到咱的这个观众朋友，有闲会再来咱这个大岭乡来遮做运动，吼，咱有做到三条一个步道。感谢到咱这个国有林地吼，这林务局给咱提供100公顷的这个土地，让大家民众来遮佚佗。感谢到三山国家风景区，嘛给咱赞助着经费吼1500万来做到这三条步道。这三条步道拢分别有伊，阮落去真用心落去种真侪这个花栽。第一条咱就是来种桂花，第二条咱就来种茶花，第三条咱来种到一个杜鹃。希望把花壇更打造到一個真真正正的花壇，讓咱這民眾來咱這佚佗，閣會當來這看花。花壇鄉民代表會主席表示，綠美化大家做回來，種樹仔毋但是會當綠化環境，也閣會當淨化空氣，對人體有真好的幫助。咱三月十二是植樹節吼，咱公所甲代表會啊，甲議員共同來發放到咱的這幼苗吼，咱幼苗有。这个茶花、茉莉花，吼、哦，啊，桂花，吼、哦，啊，利用今仔植树节，先做，吼，邀请一寡百姓来领啦，吼、哦，领当种，看花、爱花的人上美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另外咱的大岭乡的步道嘛，要来启用吼、哦，咱大岭乡是出侪人伫咧运动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花坛唔免去到大坑吼、哦，咱花坛的大岭乡。车辆足少，吼、哦！我过去嘛，伫遐运动7年啊，吼！啊，这个环境虽然，吼、哦，山无真佳，足适合老岁仔人来行路。全球气候变迁，温室效应严重，造成生态危机。为了促进生态环境永续，种树啊，改善地球温室效应是真重要的。花莲乡公所就邀请大家做伙来种树啊，爱地球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花壇采访报道。